那最低是几颗？八颗。十颗。好，那就一份。一份十颗，用完吗？嘿，好。内用吗？对，内用内用。那再加一点吗？哎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谢谢。那个植物素肉丸，15块。再慢结哦。你会旁边载具吗？没有，都没有。那139。嗯。谢。好，谢谢。好久没看到你，好久。你还有约其他人过吗？还没有。没有啊，很白，上班好累。你都上到几点？所以你是5点下班吗？5点。看业务内容。就啊，业务不一定，有时候会有晚一点，这就多。那你这样什么时候可以健身？啊？你这样什么时候可以健身？这个又不知道。等那个啊，月经到了之后就可以去。所以你都半夜去哦？嗯。所以你都半夜健身，知道吗？还要看情况。看情况。有时候早一点，可以